差一点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那个，亏欠了太多太多，用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人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妈怎么就快死了呢？她才50岁而已啊！你再怎么漠不关心，也不该说出好好的这种话吧？不管怎么回事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好好孝顺过你。早知如此，你就该对你妈妈好一点了。为了她，你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做吗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以你的生命为代价让她痊愈，如何？